我玩不过你的，不要玩了。哎呀，帅帅的吃脸真好看，这小表情。帅帅不愧是我们三胞胎里面最早睁开眼睛的一个大熊猫，他的眼睛呢被我们的粉丝称作为是最有神的眼睛，长得又大又亮的，而且充满了戏啊，就像熊猫界里面的梁朝伟一样。朝伟，朝伟不理我，朝伟。哎，朝伟过来了，朝伟。帅好不好，帅？你也同意了是吧？帅帅拜拜，帅帅拜拜。走了。好了，帅帅，差不多停，闹钟走。好了，帅帅，拜拜了。走过来了，走过来了。帅仔，拜拜了，帅仔。对，拜拜了，曹伟。我们的曹帅走了。对，我们的帅帅馆呢，不是我们的酷酷馆呢，最近还在装修啊，在装修，所以现在的话呢，只能看到我们帅帅这里，后面就不能走了，正在进行我们的升级改造啊，预计呢会在月中的时候再跟大家去见面的。看吧，帅，帅帅正脸看起来眉清目秀的，非常的可爱。对，预计是在月中，预计在月中。到时候呢，我们的前面的展馆装修好之后呢，就会到我们后面这一段去装修啊。所以到时候呢，我们的其他熊猫就暂时看不到啊，只能看我们的婷婷和姑姑。对，每个熊看半个月，每个熊看半个月。所以喜欢我大熊猫的朋友呢，可以来到现场去看一下。帅帅，拜拜，帅帅，拜拜。拜拜。终于走了，再说拜拜，终于走了，终于走了。还是帅帅比较好听。来，你看，很乖的就可以去吃东西去了啊。那等一下，我们就把直播镜头直接打过去，看他怎么样。整天就想着饲养员过来有好吃的。帅，帅帅，帅帅。啊，好不好吃啊，帅？哦，他是。那就稍微的轻了一下啊，轻了一点点，去到了127，只是轻了一点点。喂，不用看着我啊，笋笋在船里面。对，你的高级豪华游轮里面都有吃的。你放心好了，我都不尴尬，你就不要尴尬了。吃吧，吃吧。好了，等我们的帅帅吃完这根竹笋，我们就真的下播。时间有点晚了，要回去干活。